Yeah. <smart noise> 尊敬的诸位长辈，啊，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一百八十九句。啊，在判断人的过程当中啊，容易。 判断错误的原因啊，这一段话呢，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好，我们先呢、啊，把经文念一下：任己则有不是之弊，听受则有彼此之偏，所知者以爱争夺其贫。 所不知者，以人事乱其度。好，我们在了解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啊，啊，要进而要去推荐这个人才，任起就是听任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好恶。 则有不世之必啊，就是有不能明察人才的弊病。尤其啊，刚认识啊，大家有没有感觉？好、啊、像刚认识的时候啊，感情都特别好。哦，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呢、啊，好、啊、像那个看到对方有哪一些习惯呢、啊，就。 就比较有对他有一些看法跟成见了，哦，所以认识人呢，那不能凭一次两次的印象，啊，还是要长期观察哦，包含从刚刚很多京剧哈啊，观察他在面对很多镜缘的时候啊，他有没有修养的表现应对啊，这样比较准确。 哎，所以用人也不能用的太快，不能凭感觉，那个不容，很容易啊判断不准，啊，大家有没有感觉？好像，呃、哎，这一生认识的人，有些缘分很深，啊，好像认识几天就好的不得了。 就好像，呃、哎，几十年的老友一样了，啊，但越是这个感觉啊，越要冷静，因为那代表啊，彼此的缘分深的时候呢，更不容易看清楚对方的状况，啊，所以有一句话、啊、好像是说，恋爱中的男女智商最低。<laughs> 啊，人家说的啦，哈，哎，我是刚好有听过啊，但这一句话呢，是提醒我们，整个都是一种情感，而不是很客观去判断的时候，确实是容易啊，看错。哦，好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俗话呢，又讲到啊，日久见人心。 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观察啊，从他啊对父母、对家人啊、对同事啊、对领导，尤其要看什么呢？要看人前人后，领导前领导后，这些都是一样的，一种恭敬真诚，这才准啊。其实我们也都有好恶啊。 啊，谁对我们比较好，可能对他就就有好感，就不一定能很客观的去看他。啊、哦，所以上次跟大家提到，啊，之前，嗯、呃，我有跟这个长辈卢叔叔讲，哦，某某人很好啊，他说那是对你呀、啊，啊，你有看到他对别人像你一样公平吗？ 哎，我想想，我都还没有去观察到，我就马上就给他推荐这个人了、啊，啊啊！告诉大家，推荐人要不要负责任？要啊！好、哦，尤其你给人家介绍男朋友、女朋友，那责任很大哦，啊，这种事我不干的。<laughs> 哦，那个是人家一辈子的幸福，你没有把握，不要给人家乱乱推荐，到时候人家埋怨你一辈子就麻烦。 好、哦，而大学当中有一段话，说到呢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哦，这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你喜欢这个人，你看他看得准吗？ 你讨厌这个人，看他看得准吗？都不准啊！哦，我现在经历这些人事上的问题啊，啊、哦，这一路九年多的岁月啊，看到很多情境是什么呢？啊、哦，比方说这个人与人呢、啊，有一些合作上的不愉快了。 哦，冲突了，然后就两个人都卡住了。而其实啊，他们双方是互补啊、哦，他身上的优点呢，我没有；我身上的优点呢，他比较缺乏。其实两个人互相欣赏哦，可能彼此做人做事啊的能力就提升上去了。 但是就在那个当下，就是硬看着对方的不好，哦，甚至于这种情绪、这种对立呵呵，哦，又讲给别人听，又造成更多人之间的成见对立。哎呦，这个是对自己的修身呢、啊。 还有对团体呀、啊，是最大的伤害。哦，首先这个修养自己，要先把对立放下，跟一切人不对立，不有成见。哦，能这一生能遇到的人，都是有缘的人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是透过这个缘分呢，怎么样尽一份道义，利益对方。 所以，当我们跟对方有不愉快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人，唉，心里就烦，就不高兴的时候，这、就是练功夫最好的时候。啊，所以孔子说，论为人也先难，从最难的人下手，才能让我们的烦恼根源去掉，这就格物。 格物才能自知，这个烦恼不去掉啊，智慧开不开不起来，心不清净呢、啊，想到这个人，想到那件事就烦呢、啊，怎么清净？哦，孔子说知人是智慧啊，可是人不自知怎么知人？人不时时护好自己的清净心，智慧就透不出来。 自己每一天在那里思考啊，就很多连续剧一直在演啊，哦，连做梦都睡不好觉了。大家有没有经验？连做梦都跟人家吵架的，啊，还是跟人家打架。日有所思啊，夜有所梦啊，所以做梦也是很好堪验自己修养的时候啊。 哦，所以烦恼起于爱憎，这得从连根拔起啊，爱憎起于分别、啊，只要有爱憎的心呢，看人就看不清楚。不要说看人呢、啊，看自己都看不清楚。自己一定被烦恼控制住来，还啧啧有声，觉得自己理直气壮的。 所以烦恼起于爱憎，而且这个爱憎一起来哦，不止当下烦恼，以后的烦恼更多。为什么？你宠爱一个人，你不是用理智爱护他，你一宠爱他。 假如是孩子，就恃宠而骄，他以后就对你大不敬，你会很埋怨。小时候对他这么好，现在对我这样，气到吐血都有。所以这个烦恼不是当前的烦恼哦，以后还是大烦恼。然后呢，你憎恨这个人，讨厌这个人，你又跟他对立，又跟他结梁子。 以后又不好见面了，以后又互相有会有一些摩擦冲突，那这些烦恼更不能减少。啊，所以人这一生首先呢，要先提醒自己啊，不要跟任何人结怨呐。啊，仁者无敌，不要跟人家结怨。啊，烦恼起于爱憎，爱憎起于分别。 啊，故信心明云，但漠真爱，动然明白。传统文化是内学啊。 从心地上下功夫，把这个好恶的心啊，在一切人事境缘呢、物质境缘当中放下。啊、哦，吃的、穿的，什么都好，随缘都好，都感恩，不生爱憎。啊、哦，哎，你这一生遇到的同事、人群，人人是好人。 所做的事情啊，事事是,是好事，有欢喜的心去接受，逆来顺受啊、哦，这个平就不会去分别了，比较平等对待，这个爱真的心啊，就慢慢就调伏了啊，确实是人人是好人哦，看我们的心态啊，我们刚刚讲到的那那那个，我看了最生气的也是。 也是好人啊，他是大好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出现了，把我们最严重的习气啊看到了，啊，看到了这一天没有白过了。为什么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啊？所以这个人让我们开悟了，他是不是大好人？Hello <laughs>。 哎，我们有时候一天察觉不到一个问题嘞，哇！这些人一出现，最严重的马上知道，他让我们不蹉跎光阴呢，所以他是监考老师呢，他在给我们发考卷呢，让我们自知呢，哎，不自欺呢，他在帮我们提升自己啊，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有考生打监考老师的？ 写不出来，上去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而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生气，就是打监考老师吗？这每一个人就是来成就我们的道德修养的吗？没有一个不是。监考老师有的长得高，有的长得胖吗？好，有的有的顺进来，有的逆进来嘛，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嘛。 真的，这是真相。我们用这样的心态面对这个分别心，爱真的心就淡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任己则有不是之弊，所以这一关一定要过。啊、哦，那今天回去可以把那个最讨厌的人。 拿一张白纸，把他的优点，把他曾经对你的好，把它写下来。一开始会起鸡皮疙瘩，但慢慢写慢慢写呢，突然发觉，真的人那个憎恨的心啊，会仗住自己的智慧。你看越写越写，哎，这些我怎么都忘了？慢慢你的心态就转过来。哎，接着呢。 这个听受则有彼此之偏，就听听到啊，接受了这个外来的一些说法跟讯息，可能会造成啊彼此认知上的偏差。好、哦，大家想一想啊，一个人。 他爱真的心没有放下，他在谈论一个人准不准确、客不客观，这是一个不客观啊。再来，我们的耳朵客不客观？对哦，这叫双重的误差都会产生。哦，所以比方说我们。 在听人家谈一些客观的状况，哎，我们的判断呢，不能加太，不能加猜测，啊，都要很客观。再来呢，我们讲一些事情啊，或者把一个人的情况告诉别人，也不能加自己很多的看法进去，啊，甚至于谈论一件事情，谈论人家所说的话，最好都能够还原。 哦，你还原的话，最起码你你保证我不是加有天出进去，这也是一个讲话的负责任的态度哦。啊，因为我们少讲了，多加了，这个在传话当中啊，就造成人家判断的误差。讲话不简单了，是大修养哦。哎，好。 哎，这个也要练习。我们现在是帮人家传话的时候啊，啊，要还原刚刚的情况，啊，不可以加油添醋、嗯。大家有没有经验说，同样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双方你都听了，然后情况是怎么样？一百八十度呢？ 哦，现在这个情况不少呢。哦，所以这个听受啊，你得要再客观去了解，甚至于啊，当局者迷，当事者讲的哦偏度最大。下一句什么？旁观者清，反而是这一件事情的旁观者去听他讲啊，比较客观。 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在听授的时候啊，还是要很冷静的啊，慢慢从很多讯息当中啊，啊，能够正确判断这个人。所知者，以爱憎多其平。 啊，所认识的人呢、啊，以自己的印象啊，对他的好恶啊，感觉啊，就让我们呢不能够公平的来对待了，啊啊，来判断呢，啊，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，啊，对于我们不认识、不熟悉的人。 容易呢，以人情啊，反而扰乱了原来的规定制度。啊、哦，比方说，其实我们对他不是很认识，啊，但是他是我某某亲戚的朋友，啊、哦，或者是这个啊、哦、某个很很熟悉的朋友介绍的。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啊啊，反正呃，他以前哦跟我交情不错了，也帮过我啊。那这个想想法是错误的哦，这叫人情吗？人情去处理公家的事啊，就是以私废公了。你为团体举人才，这个都是公的事情。 不能用人情啊来坏了制度哦！你比方这个甄选人才，应该还是都要按照规定啊来做啊、哦，不能走后门呐、啊，走关系。其实坦白讲，公平啊，对每个人都好。当然，这个公平里面呢、啊，它包含情理法。 这个三个角度的考虑，哦，这个不是死的，哦，像我们在比方办一个课程，哦，那也会有一些在传统文化付出很多的老师，哦，我们也很。 水喜啊，他们的付出，哎，他的儿子啊，刚当兵完，刚大学毕业，啊、哦，这打电话给我们，拜托一下啦，啊、哦，让进来上什么课程？啊，因为那个课程都是有审核的，哎，那假如我对他儿子不认识啊，但是念在我、哦、他这个。 付出这么多了，这个情谊上呢，哇，让他进来，啊、哦，那我的同仁就会说了，啊，反正走后门都是草，蔡老师就对了，哦，那这个麻烦我的微信呵呵也会跟着上司，再来，大家细细想想。 对这个孩，对这个年轻人好不好？不好啊！第一个，他准备好要学了吗？那是他父亲很急着他学吧？啊，你硬是这样把他推进来了，他没有一种主动的心啊，他可能觉得这个原因如此如此而已啊。那你急于这样，又透过人情。 抓到了这个机会，反而不一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所以有时候人呢考虑事情就是一时的感受啊，他没有考虑到对这个规定啦、团体啦，甚至于对孩子长远的影响。其实很多缘分最好是什么呢？水到渠成呐、啊，瓜熟蒂落啊。强摘的瓜，用的力量越多，反而越不甜。 所以，这个以人事乱其度啊，啊，对团体的一个制度规范呢、啊，是有不好的影响啊。这个在做法上要慎重，啊，好，这个在用人上啊，在执行一些规定上啊，要把握这些原则。 一百九十句，啊，我们来一起念一下，这个是《论语》的句子啊。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悦也。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。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” 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悦之虽不以道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好，啊，从这一段话呢，也可以判断，啊，一个人，他的修养，这个君子啊。 主要呢，他提的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也是指啊领导者。他议事代表他带领属下，这个事就是侍奉他嘛。好，好跟着他做事啊，侍奉他呢不困难。 哦，不会有什么压力啊，他比较亲切。哦，我们想起曾子啊，提到孔子有三个德行啊。曾子说他没有效法，没有做到。哦，第一个就是。 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，啊，是君子之义事也。啊，孔子跟学生、跟他人相处，见他一个善，都是记人家的好，记人家的付出，他所有的百非都不放在心上。要跟人就好相处。要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就看我们跟人不亲切。 不真诚，一定是有把别人的不好放在心上，变成有成见。哎，其实我们跟人真不真诚，自己最清楚，因为自己的感觉自己最明白。哦，别人对我们笑，我们有没有很自然的对人家笑，还是硬挤出来的？哦啊，那个感受啊，情绪还留在刚刚的。 那些情境当中，甚至还留在上次跟这个人谈话的情境当中，哦，一看到他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，还硬挤出来的，那这个就代表我们当下的不真诚了，啊，所以人最可悲的是什么？被自己给卖了，就自欺，最后变欺人了。哦，那儒家教我们，儒释道教我们。 修道从心地下功夫啊，从恢复诚、自自诚心、真诚心下功夫。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用功，什么时候可以提升，随时啊。面对人、面对一切事物的时候，有没有真诚对待？ 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。这个难岳呢，易事而难岳，难岳就是很难呢取你取悦于他啊、哦，给他讲好听的啦，啊、哦，他就高兴，他不会这样啊。哎、哦，真这些有修涵养的人，哦、他面对这个。 恭维之词啊，他诚惶诚恐啊、哦，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啊，他就不会受这些虚言啊、哦。而且呢，这个下属啊，想要取悦于这个君子，是不合乎啊道理的这些方法。 巧言令色啊，这些方法的话呢，君子不会所动，就不越也，就不会高兴的。哦，我们看历朝历代啊，这些奸臣呢、啊，哦，他那些党羽就是很喜欢给他讲好听的啊，而他就高兴的不得了。哦，唐太宗有一次啊。 啊，刚好跟一个臣子啊叫宇文士及走在一起啊，然后呢，太宗就随口啊就说：“哇，这一棵树很好。”啊，太宗这一句话讲完了，这个宇文士及啊就开始一直赞誉这一棵树啊，这棵树好、啊、好到什么程度，一直讲一直讲都停不下来。哦，讲到呢。 这个太宗啊有点烦啊。然后就对他讲：“说以前魏征叫我啊要离那个奸佞之人远一点，我还不清楚什么是奸佞之人，还要远令人。我今天终于知道了，像你这样就是奸佞之人。我在说这棵树好，你称赞成这个样子。” 哦，就是溜须拍马了嘛，顺着话讲那个君王，好像他喜欢听的话嘛。啊、哦，他们这么一讲完，那个语文四级惭愧的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好、哦，所以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但是他，在用人的时候啊。 会非常的大公无私，很客观，恃才恃任，因为他不会被人家谄媚巴结，他才很客观冷静嘛。哦，这个气质就是衡量这个人的特长，然后恃才恃任去用他，而且不会啊求全责备。 不会求他什么都要好，所以用人取其长，不可以苛刻，而且要求每个人方方面面都要好啊！那天下没有可用之人，哪有说圣人才能用呢、啊？那尤其这个时代，啊，我们从小没有大家庭的这种熏陶，啊，那种尊重长辈啊。 啊，做事的周详啊，处处考虑大局啊，很这些基础都不足。哎，啊，你比方说，哎，我们的行为啊，造成团体的负面影响。哎，有人提醒我们，哎，你这样做不好。 哎，我们可能第一个意识就是，我不是那个意识啊，我内心也不是这样啊。哎，大家冷静哦，人的功夫在哪里啊？在第一念。你遇到一个静缘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我们真实的功夫，那不是你。 能背多少经典，你就一定很有道力、道行，不见得。其实道行在哪里看出来？第一个，自私自利放下多少？哎，哦，人种种行为的偏差根源就是把我摆在第一位。 为什么生气？而不顺我的意就生气了，把自己看得很高，的那傲慢就起来了。所以以前的人，只要听到对家族不好，他就诚惶诚恐；对团体不好，对班级不好，他马上就觉得哎呀，惭愧呀、啊。 以前的人跟一两百个人住在一起啊，他就有时时要有这个自我的提醒跟要求啊，不然他怎么进入更高的境界？动而视为天下道，行而视为天下法，言而视为天下则。哦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发一言。 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；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情，一个行为，为了什么？带动正确的风气，不是为自己考虑，不是我高不高兴这么做。啊，孔子举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啊！子贡赎了鲁国人回国来。 不受赏金是吧？那这一念考虑到自己欢不欢喜，没有考虑到国家，那自我还是在增长啊！哦，所以人应该是经历所有的事，看自己的念头，这个自我有没有越来越淡，这叫真功夫。 他的心量才扩宽得了。人的心量本来是没有边际的，心包太虚的，就是被这个这个身体是我，这个这个感受是我，被这个物质跟精神呢、啊，把我们给障住了，心量越来越小。哎，哦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念头先考虑自己。 第二个呢，我们的念头习惯先解释，很怕被人家误会，忍不了委屈，忍不了误会。哦，所以我们一遇到别人讲我们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给他解释，甚至火已经上来了。你讲错了，你误会我了。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，很正常。但是对于真正这一生道业要成就的人，这些一定要从每一个念头当中好好调伏，不然这个念头每天不知道要起多少次。而且呀、啊，大家想一想。 我们都立定目标，目标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啊，我刚刚的话讲中了是吧？大家已经没有反应了。啊，大家陷入禅定当中，啊，已经关照起心动念。 啊，不能起这个贪嗔痴慢。大家客观想一想啊，不管我们以后承担什么责任，面对我们自己的修养基础不够，哦，再加上呢，所面对的一是人事境缘，也都是。 成人才学传统文化，是不是？这是客观状况哦。内我们有烦恼啊、哦，外大部分的人都是没学的或者刚学的，都没有从小就学的啊，从小都学的哦，现在都八十岁以上了，一般都没有学的。那没有学的，你还去跟他计较？ 那变成我们没有修养了，哦，所以老人家师长给我们一个教诲，但也是很客观的啦，很有智慧的。别人错的，你们要很欢喜的把它讲出来。哦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你随着这句话很自然的讲出来，你的心量就扩宽。 哎，你不能编练别人错的，哦，也是对的，啊，你就抵触这句话了。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；无有愚者，书无怪也。这几代人都不懂了，你还怪谁呢？哦，所以人的这种仁慈之心从哪里下手？从树道，他都没学了，你要宽恕他。 包容他，甚至你要了解，其实那些人做出错误的行为，他是被习气给控制住了、啊，那是很痛苦的。大家有没有被自己习气控制住的经验？苦不苦？苦哦！啊，那现在那个人不还是在苦？啊，你不就能够设身处地了？哦，所以抢速而行。 求人莫近焉。啊，你真的能体恤他，啊啊，尤其体恤这个时代，啊，传统文化已经断了那么久了，啊啊，其实甚至于良人都有良心呢，做错事其实都很煎熬。 他控制不住啊，那些习性啊，啊，能宽恕，慢慢的，心、这个、量就扩宽，啊，这个术道慢慢就接近仁爱的大道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刚刚。 我们在分析这些客观，有时候啊，能体会得到啊，人就不会啊，被一些人事物啊，就一看到那个火冒就三丈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少了。哦，甚至要训练自己。既然大家都没基础，被人家毁谤，被人家侮辱，被人家陷害，叫什么？ 正常，他不懂啊。甚至现在人在造口业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没学，他怎么会懂？哦，甚至学的都不一定懂。哦，于静一功，欲造神迹，他他小时候十几岁，学问就很好啦，考上秀才啊，每次必高等啊，那懂得道理也不少了。 哎，但是他没从根本起心动念去下功夫，就到了四十七岁，穷困潦倒，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四十七岁穷困潦倒的人，你是要去气他，读那么多书了还这样，还是你要去联系他，当他的一个助缘，能扭转他的人生？ 那圣贤人就是这么样的胸怀啊！不是扭转一个人啊，扭转一个地方啊。他怜悯这个地方不好的习俗啊，所以我们能学大顺这种胸怀，你见世间做错的人，你只有怜悯心了。所以在了凡四训里面，其顺在雷泽啊。 雷者，着这个地方的人都互相争夺啊，都谋自己的利益而已了。那舜王礼让，从一个人开始带动，一年之后啊，这个地方都崇尚礼让。哦，好。啊，所以了凡四训说：“受武不达，文棒不变，一定要这样哦。” 不然，想要弘扬文化不可能，不卷入是非哦，是 impossible 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要受五达了，文棒变了，你就陷进是非里面了，也都不自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有德之人呢、啊。 他不会爱憎记恨，他很客观的呢来用人。这个王旦啊，啊，大家看那个《德意故事》里面画的那个王旦像有没有看到？你看他那个生肖就是宰相肚里啊，能撑船。啊，寇准不是诽谤他吗？ 讲他坏话，他不止啊没有生气啊，还给皇帝讲，寇准是忠臣啊！我做宰相那么久了，问题很多，他是为国家啊在谏言，在提醒我，真的是有度量，也不记恨，所以后来皇上问他谁当宰相啊，他说寇准。 及其使人也弃之，啊、哦，这些历史上的圣贤人，这种涵养啊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而且这么一做啊、哦，你比方说，你团体里面大家都觉得，哦，你跟某某人曾经有过节，哎，就是两个人有好像有过节啊、哦。 其实其他的同仁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会有。但是，假如刚好啊，在推荐谁啊担任什么工作啊，啊，你可以察觉到，好像人家都觉得你跟某人怎么样？哎，你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啊，把一个好的机会让给对方。啊，当然了，要对方确实在这方面是有那个能力啊。 哎，你这个动作、哦、会带动你们整个团体的和和睦哦。人家说哎呦有修养哎，那个人曾经骂他，他不计前嫌，还推荐对方。哦，所以人在哪里啊，总要留下一一些啊好的风范啊，给这个家族，给这个团队。 哦，啊，这个流取丹心照汗青，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看王旦这个风范，那几千年来都让人歌颂啊，好、哦。接着讲呢，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至于。 小人他假如做领导啊，跟他一起做事啊，比较困难。可是呢，要讨他高兴啊，比较容易。啊，他假如好名啊，就就给他巴结几句啊，他就很高兴了。悦之虽不以道悦也，啊，你取悦他呢，是很。 言过其实的、不合情理的，他也会很高兴。哦、但及其使人也求被焉。可是当他要用人的时候啊，他会，因为他度量就不大，比较自我，他会求全责备，很苛责别人。哦，那这个也值得我们。 反省，啊，这个君子这句话值得我们效法；小人这句教诲值得我们关照。啊，我们假如担任领导工作，啊，安排下属做一个事情出了状况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这个又是关照我们的修养最最重要的点。啊，下属做错了，马上就是骂、指责。 这就是求被淹了，哦，所以上一次有跟大家讲到，啊，有一群我们中国企业家，啊，到美国学学学管理，哦，想起来了哦。 然后呢，这个美国公司说啊，我们是跟丰田、Toyota 学的，啊，他们又坐飞机，呃，飞到日本，啊，结果要进日本这个公司的时候，呢，就看到人家墙壁上写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那这个是老祖宗的教诲，哦、啊，那应该啊就坐飞机再回来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炎黄子孙要反思了哈，啊，要珍惜老祖宗的这个瑰宝。啊，而在这个他管理当中啊，一个领导者的心态，他遇到事情啊，都是不是责备别人，他是先反思。 自己有没有爱尽存心？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爱他有没有身体不舒服？第二个，他家里父母有没有刚好不舒服啊？家里有什么情况，他非常担心啊、哦？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，那当然会有情况出现呢、啊。 这是对人的关怀啊，在对事要恭敬啊！哎哎，他他应该有的能力，我教他没有哦。而这一个工作流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才造成他的错误？是要先思考公司这边，思考我们自己本身主管该尽的本分。 做完没有？再接着是啊，这些都有了，他还是错了。那刚好借这个机会，好好提醒他，那他才能受大利益。他下一次就不会再犯错。哦，假如他犯错了，又指责他，又很痛苦，他又很那个。 那个后悔啊，然后恐产生恐惧啊，这对他都不好。所以人要有一个胸怀，既往不咎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应该想怎么补救，怎么让对方能够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，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事情。 责备那没有意义，而且这个责备不止对对方没有意义哦。一个主管下属出错了，就是一直骂，不止对方没利益啊，所有同仁感受到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强势指责的气氛呢、啊？那这个心就不团结啦、啊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、啊，那是天壤之别啊！ 他犯的错很严重，你包容他，还教导他，不止他受益感动，所有知道的同仁都感动啊！好，所以掌握情绪很重要啊！掌握不了脾气呢，不止自己的德行受损呢、啊，整个团体的向心力都受损，凝聚力都受损。 气这个风气都受损，哦，所以这个话又说回来了。我们从小啊，不是在大家族里面啊，忍耐忍辱的涵养啊，比较缺乏。你看以前大家族几百个人，假如一点小事就吵起来，不像菜市场一样是。哦，那以前古代那，不要说古代啊。 就我们母亲那一辈就好了。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女子，您看这样的母亲，很少看到他们发脾气，几乎看不到。啊，任劳任怨，哎、啊，扎扎劈成，哇哇，哎不，哇哇，好啊。啊啊啊啊啊 <laughs> 哦，哇哇去，渣渣去困，该扎扎气，很晚去睡觉，还很早起床，没有埋怨。为什么？他们最可贵的一个人生态度，这也是君子之风义。所以君子义以为直，他本质里面很凸显的一个德行是什么？道义。 他觉得该做的哈，再苦再累啊，他还是很欢喜，因为他做的觉得他很对得起良心。这个就是我们跟有受传统文化教养的这些上一辈人差距在这里。我们想自己多啊，他们想道义多。哦，所以无形当中啊，他忍辱的。 功夫就强，好，所以人能时时啊，关照到自己的念头，又能关照到团体的利益啊，慢慢的就能掌控情绪，好，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句。 啊，一百九十一句，啊，我们一起来、啊、念一下。子曰：“匹夫可与事君也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 孔子讲到呢，这个比呀、啊，就是比较庸俗，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啊，这个人庸俗啊，一谈起话来就是钱啊，就是利益啊，哦，就心量比较小啊，品性啊平庸，好名好利啊，这个都算鄙夫。 这样的人格特质啊，可以侍奉君王吗？可以侍奉领导者吗？啊，这要打一个大问号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接着啊，孔子分分析啊，他的人格特质啊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。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官位、这个权力的时候。 一直在担心得不到，好想方设法要得到，哦哦，像现在整个不管是政治界啊，还是各行各业啊，人假如好好这个名啊，好地位啊，哇，他会走很多。 后门呢？啊，送礼啊，种种这些事情，那这样子的人危险啊！他未得之也，患得之啊；既得之呢，让他得到了，患失之。他又很怕失去这个权律啊，失去这个地位啊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也。因为他的。 患得患失，他的贪欲啊非常强，他控制不了，他一定啊要留住这个地位，甚至他还想更高，哦，那他就会无所不至，就会用尽一切的手段啊，无所不用其极呀、啊，就很麻烦。哦，所以这个贪欲很强的人。 啊、哦，这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呢，你用了他之后呢，对团体的杀伤力非常强。啊、哦，举历史上来看，庞涓跟孙膑是师兄弟，师兄弟如手足啊。他庞涓到了魏国当将军，他的师兄孙膑。 也没得罪他，叫他嫉妒师兄的才能，怕以后威胁到他，就是想的诡计呀、啊，把他的师兄啊孙膑呢，请到了魏国，最后陷害他，让他下狱。更狠的是，啊，把他的双脚砍掉。哇，你说人这个。 尤其是这个嫉妒心啊，嫉贤妒人，那个造的业太重了。贪欲的人一定嫉妒，为什么？人家会又威胁到他的权利了，他当然会嫉妒他，进而什么想方设法障碍他，不让这个团体啊用得到这些人才。啊，所以孔子这个话是很重要的提醒。 不止双腿砍断了，还拿这个这个金属啊，就烧在脸上，留下一个痕迹的肉形。那当然，他师兄是生不如死啊！哦，最后呢，刚好齐国有外交官呢，来到魏国，啊、哦，这个。 孙膑啊，借这个机缘呢、啊，就逃到齐国去了。结果齐国的将军呢、啊，田忌呢，度量很大，反而啊，很欣赏孙膑。哎呀，自己的师兄弟不欣赏，人家外人还欣赏，哦，那重用啊，这个孙膑当军师，啊，他就成为齐国的军师了。 就这个庞涓呢，权力欲望又很重啊，就带着魏国的军队啊，侵犯韩国、韩赵魏三个国家在一起的，侵犯韩国，韩国抵不了啊，就向齐国讨救兵。啊，齐国啊就出兵啊，帮助韩国啊，他们呢直接进入魏国的国境。 那魏国没办法了，军队要回防了，就解了韩国的危机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孙膑啊，了解到呢，这个庞涓很傲慢，骄兵必败。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啊，这个就把呢军队啊。 吃饭的这个灶啊，慢慢减少，慢慢减少结果这个庞涓自己就判断，啊，他们的军队啊，怕我们魏国的军啊，所以很多士兵都跑掉了，越来越少人呢，所以吃饭的灶那么少。哦，他就自己啊，带着精锐部队急追，他就觉得齐国不堪一击，他就。 追去了，好、哦，结果他的这个傲慢的心态啊，这孙膑啊都了解到了，然后就设下埋伏，好、哦，然后在一棵树上啊写着“庞涓就死在这里”，结果庞涓到了呢，自己点火啊去照那个字看，那火一点。 那个箭呢，全部飞过来了。这个庞涓呢，被箭射中了，重伤啊。最后讲了一句话：“早知道啊，我就把孙膑杀了，我就不会有今天了。”然后他自己自杀。啊，这历史当中啊，给我们一些借鉴是什么呢？ 很多历史当中很有名的人，到死的时候都不认错，<laughs> 而且这些人都有大福报，都有大才能。你看庞涓，他还不是一般的能力呀、啊？开玩笑，项羽他是有当皇帝的福报哎，那个武艺高强、常胜将军呢。 为什么回来？傲慢。他连死的时候哎，啊，上天要灭我的，不是我不会打仗。死的时候还把责任全部推给谁？谁给老天爷嘞。哦，所以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？知过改过，这个是最可贵的德行。 啊，所以经典里面讲的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啊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呐。哦，好啊，所以贪欲、嫉妒，还有一点呢、啊，是什么呢？是好胜。 其实好胜就是傲慢，好胜的人呢输不起，好胜的人遇到事啊都觉得别人错自己对，啊，什么事情呢都不客观去分析啊，都往自己对的角度啊去解释事情，这个杀伤力啊也会很大，他好胜呢，人家。 讲真的话呢，他都反驳啊，最后没有人愿意纳谏了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好胜呢、啊，一定要调伏啊，不然很容易啊，跟人争是非，跟人对立，见不得人别人的优点跟长处，进而去欣赏，进而去重用，这个时候又压抑。 比自己有才能的人，这个造的罪业就重了。他损失的是一个团体、众人、公家的利益，哦，影响的面就大。哦，所以这个习性不除啊，障碍自己呢，又造了不少罪业。 好胜的人其实是自卑，这根在这里啊。所以啊，你要去理解好胜的人啊，你也不会啊跟他计较，你反而会啊怜悯他。哦，所以人一些错误的行为啊，那个果相一定有原因。 可能他从小被人家瞧不起，被人家叫穷，哦，或者家里有哪一些不幸的情况，啊，从小呢他就怕人家看不起他，他就一定要透过表现呢，让他感觉心比较安。啊，可能他大了以后他就不知不觉了，哦，所以傲慢其实都是。 跟自卑啊离不开，所以不自卑的人不会傲慢。哦，好，那其实人呢、啊，根本就不需要自卑。自卑呢，都是因为啊，不认识自己才会自卑。真正从真理真相当中认识自己的人，不卑也不亢。 这《三字经》就教我们了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还会自卑吗？除非不相信这个真理啊！我有本善，我有明德，干嘛自卑？本觉本有，一定可以恢复啊！赶快恢复了，哪还有时间自卑烦恼？啊！但第二句话又提醒我们。 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啊，我们染上很多习性了，要放下。但是这习性是什么？是后天习染，可以透过圣教把它洗掉。啊，所以不觉本无，一定可以恢复的。啊，你手上脏了，可不可以洗掉？一定可以洗吗？ 啊，所以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呵呵，常常洗这个心啊，越洗越干净了、啊。好，知道自己还有分别执着的习气，就不自傲了。啊，赶紧下功夫，放下习气，提升自己，这叫自爱。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啊，就李斯嫉妒他的师弟韩非子，也是把师弟害死。最后他被诛三族，等于李斯的后代啊就没有了，父子一起啊被处死。哦，所以这个《易经》当中讲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啊，“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啊。 而且李斯啊，为了谋自己的权力，要当宰相啊，有一个建议啊，哇，那这个是千古罪人，这个罪无法想象，焚书坑儒，把很多有学问的人给陷害，然后把这些这么多宝贵的经典烧掉，啊，人真的是。 愚痴啊，就看着眼前的名利，做出这么严重的过失，好好。那这个是知人啊，最后一句，我们接着看一百九十二句，啊，这是认识。 好，这个鲁哀公啊问孔子的一段话，啊，我们来一起念一下。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 啊！哀公问孔子：“啊，如何啊才能使百姓啊服从？啊，应该算是心悦诚服、啊。非常认同啊国家的这些规定啊法令啊。”那孔子啊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、啊。” 则民服；举枉错诸子，则民不服。啊，这些啊都是谈到为政。那从事政治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呢、啊，要能够以德服人。好，那德行表现在。 能够为人民着想啊！你错用一个人呢，他不娱乐乡民了吗？啊！所以要利益老百姓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举贤德之人啊，他就可以照顾好一方的百姓啊，当好他的父母官。那哀公问这个问题呀、啊？ 他的这个历史背景啊，鲁国呢被季孙、叔孙、孟孙呢、啊、三家专权呢、啊，已经有很长的时间。那哀公身为国君呢，他就没有权力嘛，他等于是被这个底下这些大夫专权呢、啊，他当然是很难受啊。 啊，那三家专权呢？铁定啊，谋私利啊，老百姓一定是受害的。哦，那哀公也问呢、啊，怎么样改善这样的政治状况？哦，那孔子的回答：举直啊，推举正直、公正、无私的人。 这个错啊，是把这样的人放在错是放置啊，放在蛛网这个蛛字是之于，把它放之于这些写取的人上面在在历史当中呢，对这句话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呢错蛛网，就把正直的人提起来。 把比较邪曲的人呢、啊，罢黜掉，完全不用他们了，叫废制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解法。但是我们看看他当时候的历史背景，这些大夫专权这么久了。 你马上用废置的方法会怎么样？哦，所以很多做法都要客观评估可行性哦，不然有时候虽然是好的理想啊，但是都会扼腕哦，都会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好的这个结果啊。哦《弟子规》说。 洋人恶，即是恶；极之甚，或且作。啊，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政治腐败现象啊，都很严重。啊，你假如现在说所有贪污的全部抓起来，那可能这这些没有受到伦理道德教化的。 他会铤而走险，可能团体国家就要动乱了啊、哦！所以，另外一种解法呢，它就不是废治啊、哦，是放放置就只有置置于啊啊、哦，错诸网就是置之于。 比较不公正的人，就写取的人上面，哦，这个跟孔子在《中庸》里面讲的一个修养相应，尊贤而容重，尊重贤德之人，包容不足。 包容德行比较差的人，我们刚刚特别强调啊，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，现在人不懂是什么正常的啦。啊，假如我们还很很很严格的、很严苛的标准要求啊，甚至于排斥罢黜，这个在术当中啊，就稍嫌不足术道。 所以他们还没学的都原谅，啊，从领导者开始主动带头学，啊，也让这些啊邪曲的人都能够透过领导者的身教啊，透过整个团体、国家的政策来学习，啊，他再犯错，这可以处罚；他没有学就处罚。 这样是不符合人情的，叫不教而杀，未之虐了。你没有教导他，那应该是团体的错了，不能去责怪对方了。哦，好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就想到那个胡小林老师他父亲。 被底下的工人呢、啊、打了，眼睛都流血呀，啊，眼睛都打坏了，啊，对他名誉呀、啊，还有身体上这么大的攻击，哦，后来平反，哦，哎，人家就讲了，那个当时把你打眼睛打成这样那个人，赶快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审判，哇，老人家真有修养。 啊、哦，他说到，当时候我们自己领导都在犯错了，怎么可以怪底下的人呢？就包容那个人，然后反省自己，反省团体。哦，所以这是厚德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他后代事业这么有成就啊，这跟祖先跟父母的应得有关系啊，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 那有这像老人家这样的修养啊，不会感动底下的人吗？哎，我们光听了就很很感佩了，哎，更何况是每天跟这样的长者相处，那一必然受的影响更大，啊，所以举直错诸枉，则民福，不止老百姓福气。 他底下的人慢慢也被他感化，民符。好、哦，那举枉错诸子，则民不符。反而推举的啊，当然这个举啊，就是我们刚刚知人那些重点，你要能客观判断出一个人的德能，你才能举。 所以知人跟认识啊这两个单元是密切相关的，啊，没有知人怎么去认识呢？啊，那举枉错诸直则名不符，啊，把一个挟取自私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，哇，那这正直的人都要被他陷害了。 啊，我们历史当中说口蜜腹剑，嘴巴很甜呢、啊，肚子藏什么？藏剑呢？那个唐朝的李林甫啊，这些人都是很邪曲的，都会陷害忠良了、啊。可是你把他拿来当宰相呢、啊，那底下的人怎么可能服？甚至于老百姓，老百姓恨这些人，恨得牙痒痒的、啊。 啊，这都不会服气的，啊，好，所以任用越高阶的人员，越高阶的官员，就越要慎重，影响的面更大。在《论语》当中，也有另外一段提到，说樊迟问仁，啊，樊迟啊，请问孔子什么是仁？啊，孔子说：爱人。 啊，樊迟又问智，啊，什么是智？孔子说：知人。啊啊，知人者智嘛，啊，知人。接着呢，樊迟表情啊，可能是不了解，未答。啊，那孔子看到他不是很了解啊，就接着解释：啊，什么是知知人呢？举直错诸枉。 他知人才能够举直嘛，啊，能使王者直，啊，这正直人处在高位，教化能能够感化底下的人，这能使王者直，驱邪的人呢、啊、也能够慢慢调整过来，因为人之初性本善。 这个樊迟啊，听完了还是不懂，可是他不好意思再问了，<laughs> 因为他已经连续问了，好、啊啊，问了知人又不懂，孔子就举足错之嘛，人子王子子，他不好意思再说不懂了，啊，他就出去了，哦、啊，可是他很有福报，啊，他有。 三千个同学，呵呵还有呃七十几个贤贤德的同学可以请教，哦，所以他出来的遇到子夏，啊，刚刚不久前呢、啊，我问夫子，什么是知人，什么是智，啊，夫子说知人，接着又解释啊，取足举足举直错诸枉，能子望的子，什么意思啊？ 这个子夏一听，讲的太好了啊！富富哉，这个啊，富哉言乎啊！啊，夫子这个讲的太精辟了。啊，那子夏也不简单啊，他对这个同学、啊，他就举例子啊，说道：什么是举直错诸枉？啊，顺有天下。 选于众，举高陶，不仁者远矣。哦，舜就用了五个人啊，这五个人都很有德行啊，天下就大治了。所以知人是真智慧啊！啊，所以大顺当领导，哎、无为而治，好像没做什么事情，悠哉悠哉啊，天下就大治。 啊，其顺也欤？他就是会用人。啊，所以领导最重要的能力是知人善任，下属最重要的能力是他对他所负责的事情，他是专精的。不能去负责那个事情，自己不知道、哦，我那还不行了、啊。哦，啊，比方说派我们。 去做那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懂的？那那得要婉拒哦。哦，比方说找我去厨房负责，不行了。<laughs> 我连铲呃，连这个 <laughs> 啊，连铲子都拿不稳了。哎，哦，不过假如真的姻缘安排，我一定得下厨。 我还是愿意历练的，哦，好，因为孔子有说：“君子无路而不自得焉。”啊，假如真的团体需要的，哎哎，应该学习什么，再提升什么，还是可以可以去做的。哦，那这个是特殊情况呢，啊，假如是主管用人，一定要。 用人取其长，啊，这个在我们一百九十五句啊，就强调的很很重要了，啊，你看京剧里面讲，明王之任人，啊，任用人呢，他很警觉，啊，残余不尔乎左右，谄媚的人不用在身边。 阿党不至于本朝，啊，整个朝廷不形成呢结党营私的情况，任人之长，啊，任用人的长处，啊，不强其短，啊，不强求他的缺点，你要用他的优点，不要苛责他的缺点，好，就像这个木匠。 这一棵树啊，是很好的树啊，啊，它就几几尺啊，腐烂掉了，你就把整棵树都丢掉了，那就很很没有智慧了。哎，啊，这任人之功，不强其拙。啊，任用他专长的，不强求他的弱项。啊，此任人之大略啊，这个是用人啊，重要的原理原则。 那刚刚子夏讲到的啊，他举的这两个历史典故，一个是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尧，不仁者远矣。啊，接着汤有天下，啊，商汤举伊尹，啊，选于众，从众众人当中推举这个最有德、最正直的人，啊，不仁者远矣。 所以这一段呢，跟我们一百九十二句啊，都谈的都是同样这个重要的认识的道理，啊啊，为政的成败的关键，好，好，那这个今天呢、啊，就先跟大家啊，最后啊，用一句孟子的话。 啊，孟子谈到这个用人，啊，孟子说，是以为仁者宜在高位。孟子也洞察到这个用错人的危害甚大，啊，是以为仁者。 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啊、哦，是波其恶于众也。 要把不仁慈的人、自私自利的人、强势的人放在高位，那底下的臣子、底下的老百姓就要受灾殃了。好，啊，所以用人呢很重要，而且都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所以古人在举荐人都是相当慎重，啊，来知人善任。 好，那今天啊，感谢大家，啊，好，谢谢。